9月4日 ，2BM 成员玉泽演进入新兵训练所正式入伍。官方回应消息表示，玉泽演确实于今日正式入伍，在组合出道9周年纪念日之际，选择安静的入伍，履行国防义务。他在前一天的直播中也没有提及自己的入伍时间和地点。此前，对于为了入伍服役放弃了美国国籍，甚至动手术，希望可以以健康的身体去当兵一事，玉泽演解释说，动手术不是为了入伍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健康了也去当兵。为此，网友们评论道：“等你回来，一声不响就入伍了，慢。”